有个英文啊 ，Nothing is too beautiful，Nothing is too expensive。嗱呢句话咧，我唔知点译啊，系应该意会嘅。但如果夹硬嚟嘅话咧，我会将佢翻译成靓无止境，物超所值。我哋今日嚟讲下布加迪 ，Ettore Bugatti 啊，1881年咧出生喺意大利嘅米兰，佢屋企咧系一个艺术世家嚟噶，阿爷咧系建筑师同埋雕塑家，老豆咧系一个国际知名嘅家具设计师同埋珠宝设计师，所以佢屋企咧。講唔上有幾咁富裕啊，但絕對唔差過聶德村民嘅。所以搞藝術咧係有運行㗎。嗱，我 N 條片咧都提過㗎。未來中國普通人嘅核心競爭力咧就係發現美同埋創造美嘅能力。我行咗大半個中國啊，我發現中國好撚靚嘅。論風景咧，一啲都唔差過咩瑞士啊、意大利嗰啲啊。中國風景咧絕對可以同全世界 PK 嘅。第一擺啲屋埋去咧，你係覺得咧，哇！外國月光咧好似的確係圓啲喎。嗱，敗筆咧就喺建築度啦，所以大量肉酸嘅嘢咧係可以改造嘅，大把錢俾你揾嘅。而想揾呢啲咁嘅錢，要改造呢啲咁嘅嘢咧，就係要有發現同埋創造美嘅能力啦。好似扯遠咗啊！布加迪嘅老豆咧，希望啲仔咧可以繼續行藝術呢條咁嘅路啊。佢細佬咧就好有天分嘅，細細個或者雀出嚟咧，老父親就已經有驚嘆噶啦，居然話得真係似只雀喎嚇，唔似扇雞喎。而佢咧就唔好提啦，碌我咁啊！所以藝術細胞咧係天生嘅。但冇藝術細胞，係咪做唔到藝術家呢？藝術家咪就係可以畫畫啊、雕塑呢？嗱，布加迪用行動話俾你知咧，唔係啊，只要熱愛咧，所有人咧都係藝術家嚟嘅，工業亦都可以好藝術。嗱，細佬中意玩雕塑啊，而且咧亦都成為咗個好出色嘅雕塑家嘅。只要你真係有料咧，喺歐洲搞啲飯咧，好好揾食噶。我 N 年前去意大利嗰陣啊，喺一個大理石場咧參觀過嘅，嚟到尾好似我咁高嘅嗰啲大理石原石咧，貴到嚟撚曬譜嘅。所以咧，一定要揾啲高手嚟雕嘅。如果揾我啲咁嘅粉出去雕嘅話咧，咪真係雕啦。阿布加迪咧冇乜藝術天分嘅，但對機械咧就好感興趣嘅。14歲嗰陣咧，就要將部三輪車咧改到鬼五馬六噶啦。老豆覺得，咦？雖然呢個仔咧畫畫好似白金信咁啊，但搞呢啲都可以喎、啊。於是咧就開始有意識咁咧培養佢啦。佢個豆咧冇同佢講咩為之靚嘅，即係同佢講啊，你想靠呢啲嚟揾食咧，就叫住雅俗共賞。呢四個字啊，咩意思啊？條女強盜，窮人同有錢佬開埋去聊，老豆咧差啲一巴拍過去啊！你自己慢慢領會啦。係因為富二代啊，所以大把時間、大把錢咧玩改車、玩整車咁樣嘅。17歲咧就搞一部Bugatti Type 2出嚟㗎啦，四個轆嘅，時速10公里，快過行路少少啦。大家都覺得啊，呢條僆仔有前途啊！但其實 Type 1咧喺2年前咧已經搞咗出嚟㗎啦。嗱，就因為呢部車啊，有個男爵咧睇中咗佢。嗱，你唔好亂諗啊，係欣賞佢嘅才華，唔係垂涎佢嘅美食啊。咁啊，叫佢嗰間車廠入邊咧做設計師研發汽車嘅。啊，當時咧佢仲未成年嘅，所以入咗合同咧都老豆去簽嘅。跟住咧就啲普通嘢啦，不斷學習、不斷研發咁樣啊。嗱，你幾叻嘅人咧都要靠時間嚟累積嘅，量變咧先可以質變嘅。呢度咧就可以忽略幾十萬字噶啦。去到1909年啦，佢終於開咗自己間公司布加迪汽車啊，主力咧係研究賽車嘅。風坑水氣咧就講唔上啊，但肯定咧有黑過而家嗰啲所謂新勢力造車噶，將互聯網嗰套嘢咧擺喺汽車行業咧嚟割韭菜。有隻布加迪咧搞部新車出嚟去參賽啊，但大會咧就唔俾嗰部車參加嘅，原因就係咧啊，早期啲賽車係好撚高噶，啲賽車手坐喺上邊咧好似開拖拉機咁樣嘅，但佢嗰部車咧就好似異形咁樣噶，因為佢認為咧部車矮啲，重心低啲，風阻少啲，咁可以飛得快啲咯。坐到咁撚高，你老母啲賽車定係賽馬？但你唔好理啊！大會咧就係 reject 咗佢啊，唔俾佢參賽。而另一邊咧，佢嗰個天才藝術家嘅細佬咧，亦撈得非常之掂啊！喺比利時非常之受歡迎，主要咧係搞啲動物類嘅雕塑嘅，有錢佬咧搶住去買嘅。但系咧喺1914年啊，一戰爆發，德軍咧圍攻呢個比利時嘅安特衛普，咁動物園嗰啲動物咧就俾德軍屠曬啊！咁細佬嘅設計靈感啊、創作靈感啊，主要都係來源呢啲嘅動物嘅啊，冇咗靈感嘅來源，突然間諗唔開。自殺咗，兩兄弟感情好好噶，阿布加迪咧就好傷心，於是咧為咗紀念細佬啊，喺1916年啊，設計咗部新車出嚟，布加迪皇家汽車啊，喺當時咧係最長、最豪同埋最快嘅汽車嚟嘅，車頭嗰個咁嘅裝飾咧，就係細佬最著名嘅一個雕塑嘅青銅複製品啊，係一隻大象，將細佬嘅藝術基因咧同埋自己搞賽車嘅基因咧結合埋一齊，咁從嗰一刻開始咧，布加迪汽車嘅品牌核心咧就出咗嚟嘅。又豪又快啊！賽車裏面嘅藝術品啊 ，Nothing is too beautiful, nothing is too expensive 咧，就係佢嘅口頭禪啦。以前佢啲賽車咧攞幾塊夾板夾一夾咧就上噶啦，而家咧就完全唔同曬。但賽車咧可以揾馬佬嚟搞營銷，咁藝術品咧，佢認為啊，女
就是藝術品，所以呢他和其他品牌的營銷方式呢就不同的。他找一個小姐姐呢做代言人 Helen Rice， 一個女的賽車手。這個小姐姐呢揸住部布加迪的 35C 呢，在女子賽事裏面呢是秒曬其他人的。1929年時速190公里破曬紀錄的。雖然啲男的揸呢部車呢就未攞過一個冠軍的，但當時呢賽車界的焦點呢就是她，就是 Helen 小姐姐，就是布加迪。为什么现在车展上面呢全部都是摆女上去呢，就是抄她的了。你试试换个马路企在旁边看有没有人过去影相。而她的仔也很有艺术造车的天分，不过一定很多车型呢都是她设计的。点知准备交班给她那阵呢，韩剧这样的悲剧呢就发生了。在1939年她的仔呢詹布加迪呢在试车那阵有个送外卖的突然间飙出来，她一扭太特技这样飞了出去，享年30岁。但都未悲痛完咧，間廠又被納粹黨徵用咗啊，變咗雙失。咁二戰之後咧，佢想晚年咧再發一發力啊，睇下可唔可以復興呢間嘅公司啦，復興呢個品牌啦。但當時咧，佢喺巴黎啊，又係意大利人啦，法國佬咧啱打完仗，話意大利咧曾經係德國佬嘅盟友啊，唔俾佢搞咁樣。啊，終於咧佢用咗兩年嘅時間，千辛萬苦咧先搞咗個法國户口出嚟，諗住開波噶啦，點知係拜拜啦。嗱，佢過身嗰陣咧，佢大概有1000個專利啊。而因為公司咧冇咗個靈魂咧，布加迪呢個品牌咧就沉淪咗幾十年啊，俾大眾收購咗咧，先開始復興嘅。德國佬咧好尊重傳統嘅，唔似我哋啊，語都唔俾講嘅。佢就知道咧，布加迪嘅核心咧係乜嘢啊？知道地球上面最藝術嘅跑車，嗱，可以舒舒服服咁樣開到時速400公里，停歌劇院門口咧都唔違和噶。不過抄牌啫，所以咧喺2005年啦，布加迪威龍咧就出咗嚟嘅，係全世界第一部賣超過$1,000,000嘅量產超跑。落去到2019年咧，佢搞部全世界最貴嘅車出嚟，但 Rachonel Ra 1,800,000可以買21部嘅林寶堅尼大牛。嗱，呢個咧就係布加迪嘅故事啦，冇乜盪氣迴腸噶，只不過咧佢係將藝術咧融入咗工業，就好似啊，如果你將啲碌咁嘅嘢咧。用啲汽油度啊，多過油箱度咧，即係啲積碳咧，部車爽翻啲咧，起步超車嗰陣咧，仲有機會同啲電動車 PK 下嘅，油耗咧都會低啲嘅。我建議就係咧，如果你部車開咗30,000公里以上咧，又未清過積碳嘅咧，咁佢加油嗰陣咧，第一箱油咧懟兩支落去，然之後咧每箱油懟一支，懟夠6支之後咧，基本上係靚仔曬噶啦。嗱，呢碌嘢咧，古天樂又賣廣告，胡軍又賣廣告，我又賣廣告，好多人實測過，係真係有用嘅。條 link 咧，我擺喺下邊啦。如果你見唔到咧，可以直接撳入去橱窗度買嘅。至於咧，你哋成日叫我講什麼觸馬力咧，嗰啲咧已經超出咗我喺科學上面認知嘅範疇噶啦。我又唔識亂講咧，又得罪人。哼，下次見，拜拜。